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我系魔人 Sadie 啊，今日咧翻嚟同大家抽抽蛋系啦。咁啊，琴日就出咗新角色啦。咁啊，我觉得今次嘅角色系非常之吸引噶，对比起上次，因为个造型已经系赢晒啦吓，系啦。咁啊，弓箭手嗰、那个技能啊，都系比较容易用噶，系啊。咁啊，嗰、那个盾啊唔使讲啦，更加靓啦吓，应该唔会有人中意嗰个光头佬啦，系啦，仲要系成个恶魔咁样。咁啊，可以，咁我抽一抽先嗱，睇下金蝴蝶，金蝴蝶系啦。咁因为今日心情好，所以抽一抽，睇会有咩结果。哎嗱，都话心情好一定要抽嘢噶啦，大家见到金蝴蝶知咩事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唔系喺度晒命？咁啊，系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都会中。喂，第一隻金蝴蝶咯，唉，应该都几大镬，两星嚟嘅，两星嚟嘅，啊，嗱，即系咧，几正，中咗个木盾啊，咁就，喂，真系型好多喎，比起嗰只火盾，三星，咁呢啲唔使睇啦，系啦。冇嘢睇噶啦，到咗呢一刻，我已经知中咗一只啦，系啦，冇啦。咁啊，即时为大家开一开箱先，系啦，呢只木盾。睇唔睇到佢嘅技能嘅咧？依家啱唔啱睇嘅？地属性攻击，其实攻击上升有用咩？盾盾本身攻击力咁低，特性系有写嘅，睇下先。特性是水属性强咩啊？唔知喎，麻痹，即系佢嗰个抗性啊，系啊，水属性抗性高啲，咁啊麻痹都抗性高嘅，咁啊火抗性啊会弱啦，系啦，咁啊睇到啦，咁啊今日嚟到咁多先，咁呢只盾我就将会，哎呀又抽到只盾，又要再升降，咁啊呢只盾我会将会喺下一段短片讲噶啦，咁如果中意我啲。呢段短片嘅话，又或者想得到最新嘅资讯，可以订阅咯。多谢晒大家，